大家好，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，蚂蚁和西瓜。Today, I'm going to tell you a story, Ants and the Watermelon. 蚂蚁和西瓜。在一个好热的夏天的下午，蚂蚁发现了一块西瓜，蚂蚁，西瓜，红色的西瓜，西瓜籽，黑色的西瓜籽，真好吃，赶紧搬回家吧。把大家喊过来吧！嗯，嘿呦，嗨呦，喂，在草地上发现好东西啦！快点，快点！太棒了！嗨哟，嗨哟，怎么不动呀？那么用铲子吧，铲子放下来喽，放下来喽，放下来喽，放下来喽。太多了，再也放不下了。好，剩下的大家一起吃掉吧。哎呀，吃得太饱了。那么，把这个东西搬回去做西瓜的蚂蚁滑梯，slide 滑梯，滑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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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